Campus TV 嘅比尖咪嚟，咁我哋喺呢個節目咧，我哋會喺學校問一問我哋啲同學，咁對我哋 A 書有幾咁認識。好，而家就開始。咁你知我哋學校 softball team 就
贏了好多次冠軍啦。咁知唔知我哋學校嘅 softball team 連續幾多年贏係贏咗全港嘅學界冠軍？唔知道。唔知道。十六，唔系答案系十一，不过唔紧要嘅。最后想问一下，我哋今年学校系第几周年？十八，系咪十七啊？好，恭喜你系答啱嘅。第二条咧就系我哋学校一支樽装饮品系几多钱？即系胶嗰啲定纸嗰啲？9元。9元，恭喜你是答啱的。我哋學生在沒有老師陪陪伴下，要在幾多點之前離開學校？5點半。5點半，好，恭喜你是答啱咗嘅。你知唔知道我哋學校 cafe 一塊曲奇係賣幾多錢？13元。係。正確答案是13。好，恭喜你是答啱咗嘅。就是、我哋學校的 VA room 喺第幾層 ？VA room 第六層。第六層。正確答案是第六層嘅。罗卡烂笑话。在上次 Miss Ho 的故事之后，我们决定有一个找老师系列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刚才哪个老师没有游到水呢？是 Miss Candice Kwong， 因为她是江玲荣老师。罗卡烂笑话。点解有啲 physics 老师同埋 bio 老师唔系好相处到呢？因为佢哋之间冇 chemistry。找老師系列三，大家知唔知邊個老師最中意企喺上滑梯上面排隊呢？係 Mr. Sam Tang， 因為佢等 Sir。Camera rolling。罗卡烂笑话。可以，罗卡烂笑话。佢上次，我再嚟過，可以，可以。